然后这个星星的房间过来看一下，橱柜不是橱柜，这是放鞋的。然后这边有一个厕所，然后那个开门，开门进来之后呢，这边有一间。旁边还有一间，客厅像一个过道啊。哇塞，好高哦！然后旁边这边是那个洗澡的地方，这边是放那个洗衣机的，然后这边是刷牙洗脸的，然后这边是个厨房吧，挺小的，和我小白楼差不多小的那个，厨房，它只是。用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布局，然后这个总厅旁边呢还有一间，全明的，当中是移门，移门可以打开的，三折的移门。这是一个非常小的小阳台，整个感觉还是挺不错，只是那个这个房型觉得有点好奇怪的感觉。